这座地宫的主人按照对称相反的概念设计了整座地宫，就一定不会破坏这个规律。 这个洞也太窄了吧！非得从这儿过吗？你要想留在这儿，墙上的空位还够你腾。对了，我听说他是你带来的，而且他背上好像还有什么东西。你说，你原话怎么说的呀？我脑子有病，精神错乱，我乱说的。他脑子有病，他承认了。那还不是被你传染的？ 行，你们俩就装吧。不过下次小心一点，别露馅了。你有病赶紧去看。跟紧我。 清凉殿吗？哎，对呀，又回来了。对呀，清凉殿不都整体陷落了吗？这怎么又有一个闹鬼了？天哪！不对，我们应该还在西宫。东宫的清凉殿的箱子是被打开过的，而这个是完好无损的。入口的位置也完全相反。 答案都在这儿了。果然是对称相反的两个地下空间，和你说的一模一样，关大老爷。我们现在的位置在这儿，对吧？哎，小孩，主殿位置在什么地方？看到这个小空间了吗？这个小房间连接东西宫的两边。 而且它处于中轴线上的核心位置，它必定是整个地宫的最核心的设计，所以我推测，这个就应该是整个地宫的主殿，而且是我们回到东宫的唯一通道。两边如此复杂的设计，就是为了把主殿隐藏起来。那就快去吧，我敢肯定，这个地方一定有我要的东西。 这里还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幸存者？为什么这么说？刚才看见菜头了，而且不止一次。有时候眼见的未必为实。吴邪，想个办法，让咱们怎么出去？
你去闯新月饭店了？我差点死在那儿了。那，黎簇找到了吗？也算是找到了。到底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啊？我今天来就是想问问你，一个人要是脸皮被人扒了，他还能活吗？啊！我就是觉得咱们压力会过不成了。你是说？ 扒皮了！我其实我就是个小人物，我只是想踏踏实实的过安稳日子，怎么就会摊上这么大事儿啊？我决定了。 应该就在这附近了。凉了，凉了，凉了！不能过去！小心！小心！吓死我了！没路了，主殿呢？ 应该在下面，我去探个路。不行，要去一块儿去。如果下面是主殿的话，这位一定机关重重。你们都下去了，你觉得应付得了吗？哎，你小子别跑了，这小子要跟我一起下去，没有我的指令，都不要下来。 之前工匠的骸骨，但大部分都应该是动物的。这种地方，就算带着装备，也很难找到。别说。 你说，知行，不要下来。 多傻呢！啊！出不去，你们死定了！
我不是跟你们说没有我的指令不要下来吗？这是什么呀？费了那么大的劲儿，出口呢？出不去了。你们看看这些死尸，多少人来过这里都没有出去过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合着我们以为这儿能出去结果，我们被困这儿了是吗？这就是主殿，只能进，不能出。又是主殿，又什么都没有。这才第几层啊？嗯。 就是到了十八层地狱，我也相信我的宝石是存在的。找吧，吴邪。这一路走来，我真想杀了你，我的宝石，命都快没了，还要宝石干什么？ 我告诉你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流言蜚语最后都是真的。相信我的宝石，除非我们都困死在这儿。十年生死两茫茫，不死量，自难忘，千里孤坟，无处话凄凉。 亚离，那是我答应你，我会完成你最后的心愿。你看，我把你的脸皮给偷回来了。这样给你烧了，你下去还能有个全尸。你欠我那么多钱，你下辈子再还吧。你一路走好。 说你抠了，人死还有人还钱，人压力凭本事借的钱，凭什么还呀？亚离，这是我给你扎的美女，生的时候没来得及享用，死了之后做个补偿吧。你不是说去找人吗？我等了你5个小时，你找的人呢？这就是你找的人啊？ 我说你是不是傻呀？就那种地方出来了还能再进去啊？一看你就是没混过社会，惹了高利贷，轻则打一顿，重则卸手卸脚啊！更何况是那里面的人，肯定比外面的人还厉害呀！也就我仗义，还记得来给黎素烧纸。我劝你呀，烧完了回去写躲躲吧。啊，哪有那么严重啊？废话。 那你说那个人皮面具的房间里怎么那么邪门啊？那些人的脸是真的从人脸上扒下来的，还是就是模型啊？我哪知道呀？哎，你看，豪车、美女、别墅，啊，这别墅还是我亲手扎的，算你6折。你还敢说我抠？我家是开寿材铺的，又不是开善堂的，赶紧烧！ 别错了好时辰，亚离，我多希望你还活着呀！以我的经验，活不了。亚离，一路走走。哎，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你？ 我看电视里都这么做的吗？赶紧烧！再不跟你们出来了啊！真丢人！别呀、啊，谁看哪个的意思？哎呀呵，你俩呀、啊，给谁烧纸呢？不会是咒我们老大正义呢吧？我会巴不得给他烧呢！你怎么说话你？来，揍他！快走，快走！ 追！
你说你看见菜头还活着，其实你看到的是幽闭恐惧症导致的幻觉。你在下面待久了，再加上菜头是死在你眼前，这么大的压力，出现幻觉是很正常的。 你以前下地的时候，不害怕吗？我怕啊。不过我背后有两个可靠的朋友，我就不怕了。就那个胖子。对。另一个呢？回老家了。 那现在呢？现在就不怕了。谁说我不怕了？我怕呀。每当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就想到他们两个，我就不怕了。你呢？你怕吗？你说呢？以前练级打怪都在游戏里，现在啊，都要吓死我了。 告诉你，我还回来呢。我不信，这个鬼地方你还回来干什么呀？我相信你说什么，我不信。 你带我走，我绝对不会坏你的事的。我只要离开这里，好不好？你不管你同事有朋友了吧？你不是也不要你老板了吗？哎，你开门啊！我们不是同类人。 果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等导演回来，咱们就走啊！没有的，导演回来，我们也活不了。老麦，他们不是杀人犯，那些杀人犯，杀人不眨眼，他们一定会把我们都杀掉的。杀人犯？什么杀人犯啊？以前我在学校的时候看到一则新闻，新闻上是通缉犯，通缉犯身上有一个娃娃鱼纹身。
你能确定吗？这种事儿可不能乱说。我能确定，杀人犯丹姐。他们是不是躲警察，跑到沙漠里来了？万一他们要是知道了我们知道他们身份，嘘，不是啊，那我们都会被杀死的。别胡说，我不想死，我想回家。丹姐，要不然我们逃吧？往哪儿逃啊？你们怎么进来的？你们仨不正聊着我呢吗？你们干什么？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警告你们，别乱来！真多事儿啊你！丹姐，点儿，拽出去！你们要干什么？姐！出去！出去！你也出去！我不去！别再上天！什么？你别过来！想着急了吧，妹妹？要干什么？你认识他是吧？摇头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怕明天会忘了，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见过他的人全都死了。但不过没关系，在你死之前，麦克教你怎么做女人啊。挣扎什么？一会儿麦哥让你舒服。怎么他妈又是你啊？对啊，就是我。时间不多了，怎么着？你们是一个个来呢，还是一起上啊？我长这么大门，这么跟我说过话，去你个道！这是什么痕迹啊？这个石像以前应该被移动过，这是移动过的拉痕。这边也有。一定有什么机关可以让这些石像移动的。我或许有办法了。铁盒子上面也有机关，跟这个一模一样。杀了我！再能废话，老死老死啊！
我不能这么画。这些石雕的背面是刻着内容的。哎，我这个可以看清楚，应该是一幅图。这个图原来和那小子背上的一样。黄岩应该是把这七幅图拓了下来，然后毁了原图。那小子背上的图应该是由七幅图拼凑在一起的完整版。剪尾蛇寓意着死亡循环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通常代表着永生。你应该很熟悉吧？这个地方有点古怪，我劝你们什么都不要碰。那万一手滑呢？肯定有宝贝。来，这姐，这是妖怪啊！把它打开。来，帮个忙。八手八脚，传说是真的。来，走。传说都是假的。啊！哦，开什么玩笑？传说中的怪物城主其实是一对连体兄弟，什么日行千里、腾云驾雾，都是把他们神化了。这样的人就算几百年前都是非常罕见的，被神化或者异化的可能性也很大。我不这么认为，所有的神话都是真的，所有的神话都是真的。我好像找到出去的路了。腹阴抱阳，脚为阴，头为阳，出口在头部。宝石，开开，开开，来扶我一下。来了，这个东西不能拿。别管我，拿了我们都出不去。我告诉你，这宝石是我的，是我的，我一定要得到它。马老板，这个宝石是个陷阱，你看不出来吗？陷阱，吴邪，到底是我眼拙，还是你太聪明了？你真以为我相信你是一个单纯的摄影师吗？嗯。你回想一下，我们下来的每一个细节、每一个机关都是对称的，只有这颗宝石除外，你就非要冒着走不了的风险把它拿走吗？我出了钱，大家都该听我的。那就要把所有人的命都搭上。如果你一定要得到它，你可以等我们都逃出去以后，
你再找更多的人把他挖出去，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天哪，时间时间，我没有时间了。你们谁了解我的痛苦？了解吗？他说的对，你的命可比这宝石重要多了，别因小失大。好吧，你们说的有道理，你们爱怎样就怎样。我也下去探路。传说真的没有命了。凯凯，你先下去，然后扶我一下。钱不都是你的吗？马老板，你在上面不是不怕死吗？啊，怎么关键时候还怂了？哎，我承认把你拉下来不是很道德，
但是你想过没有，我们在下边，上面我的人你的人合力救我们，这样生存几率比较大。嗯。余待居兮观一期，生门应该在。哎，晚了，这杯是真的晚了。想不到我马茂年活这么多年，什么世面没见过，想不到以这样的方式死。这么晚的。就这么死，真他妈不值啊！啊，安静点。啊，我们或许还能出去。你说什么？怎么了？哎呀！我老板呢？说话呀！你们一起下去的，我老板呢？十分钟，十分钟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老马，你活着出来啊，老马呀！让开！啊！你干嘛？你跟你老板不是天天干这个吗？这样会出事的，得经过精确计算，不然会出事的，会死人的。怎么他妈哪儿都有你呀？啊！把东西给我，快点，快点！别过来！这两天你他妈就跟我过不去，是不是？把东西给我，快点，快点！我也给你的。不想死的，都走远一点。这个办法是救你老板的唯一方法，否则下面的人都会死。快放大枪！哎，你这又是要干嘛呀？反正上面的宫殿也会沉下去，只有沉下去他们才能活着出来，早晨晚晨不是都一样吗？你是疯了吧？你刚才还说时间已经不够了呢，你这样要出事的。你的老板只有五分钟的时间，能不能出来就看他的造化了。还记得我说过吗？东宫和西宫是相对相反的结构，什么的？对称相反，对称相反。快看我一眼。东宫西宫是对称相等，对称相反的结构。来，再来一遍。对称。往哪儿逃啊？你们怎么进来了？门没关啊！不是进早了啊！来吧来吧！沉下去，只有沉下去的人，早晨晚晨不是一样的吗？加油！
你们就往旁边走吧。把鬼子放下！不管是你们杀了我，把鬼子放开！对不起，给我回答，我会给你的。这个方法，你往后一点，我看不到啊，看不到。是长在心中的定力。看见你就得说了，我说的太小了。命运里喧嚣起，途中梦虚去。哎，勇气留在怀里。哎，出了事了。还原的孤独的遗迹，千年追逐，荡起的生命，在荒漠里，今生的冒险，有谁和我去同行？那些笔墨。到底是找到了还是没找到了？这个地方简直就是蒙特镇，能不能走到这里啊？